随机抽取超能力，听，只能说谎，但说出的谎话会实现。哎，这能力总感觉有点厉害呀！快走，快走！哎，站住！那个外卖是我的。谎言成真啊！不好意思，我差点就送错了。嘿嘿，真好吃啊！这能力也太好用了吧！唯一麻烦的是，真话只能心里想，没法说出口了。让我想想啊，还有没有什么好玩的谎言呢？哎，有了，我其实是世界首富。谎言成真，杀！新任蛋仔岛首富瓦卡总资产超过了机甲大佬。我来！瓦卡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怎么突然变成蛋仔岛首富了？哎，这咋解释呢？我现在没法说真话呀！啊，其实是机甲大佬要退游，把他的东西全都给我了。谎言成真。瓦卡兄弟，你说的没错，失去了蛋仔岛首富的身份，我已经不想玩了。我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你，以后就由你来继承我首富的位置吧。冯小花，随便说的一句谎话，怎么还真把大佬搞退游了呀？我的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瓦卡，别管大佬了，你有这么多大病，能不能收回这三季的全套至尊呀？嗨，那不是小意思吗？我可是欧皇，抽奖次次都出至尊。谎言成真。好家伙，我这说的明明是真话才对呀！不过好在啊，有这个超能力 buff 在，直接三发四连，连续抽到三个至尊。哎呀，原来这就是欧皇的感觉嘛！这体验感觉就是一个字儿，爽！太好了，谢谢王康，老杨，咱俩是最好的蛋搭子，对吧？嗯，当然，咱们可是最好的蛋，蛋。哎，坏了，这话我压根说不出来呀！你咋了，瓦卡？难道我不是你最好的蛋搭子吗？哎，小子，你别误会，你肯定是我最好的蛋。行了行了，说不出口你就别说了。不喜欢我当你蛋搭子，那你就找别人去吧。哎，小子，你别走啊！你真的是我最好的蛋。哎呦喂，这超能力的副作用也太尴尬了吧！兄弟们 emo 了呀，这能力的副作用未免也太大了。刚才浪哥也过来问我是不是他的好兄弟，结果我支支吾吾说不出来，直接把浪哥也惹生气了。哎，完了，这就把朋友都得罪了。喂，不管你是谁，请别再问我到底是不是你好朋友了。你好，我是蛋蛋医院的医生，你妈妈突发疾病急需手术，现在需要家属签署前协议。我的妈呀，哎，先别想了，赶紧去医院先。2000 years later， 医生，我来了。请问您是病人的直系家属吗？啊，对，我就是他。哎呀，我的妈，怎么这时候说不出话呀？先生，病人危在旦夕，急需手术。但如果您不是家属，我们便无法进行手术。哎呀，我真的是他。怎么办？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妈妈死掉吧？怎么办呢？哎，有了，兄弟们，看好我的操作。其实我根本没有超能力。谎言成真。医生，我是他亲属没错，请你赶紧给我妈安排手术吧。太好了，一等你在这里签个字就可以了，现在就去安排手术。太好了，妈，放心吧，一等就可以去手术了。谢谢你，瓦卡，让你操心了。哇，还好我机智啊，兄弟们。话说你们都抽到什么能力了？有没有比我还厉害的？